人是这样的，你给他入得间屋呢，他就想入你间房，入得你间房呢，就想上你张床，上得床呢，就想冚埋你张被。唉，身为外父的呢，就说你失败，身为男人的呢，就说你失策。男人变心呢，大多数都有得慢，女人变心真的很难慢的。如果是应承那个是男人的呢，你就真的不要那么认真了。男人应承女人的东西都不会摆上心的，分分钟就若无其事。家有一老就如有一宝，现在呢家有一老就全家走佬。唉，世间上啊，哪有不犯错的男人才得的，看你犯不犯得起的啫。女人解决问题是吵架，男人解决问题是打架，等他们发泄。为什么这么幼稚的男人？当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就是这么幼稚的了，所以你现在要什么他都要给你的。啊，你赢了女儿。你将个摊子拆开来看，就是今天的背，是今天眼前的钱来的。看开一点，男人个个都是狂风浪蝶的了，当女人就是花花草草，踩完这棵就踩那棵，没有本心的。人生就好像一个大餐那样的。虽然呢，剑雄这个头盘不好吃，有第二道菜浩田都不及水准，不紧要，你放心，天不会亏待你，一定会奖赏你一个精彩的甜品的。